时候他23岁，我就跟他讲说，他要成什么？不管了。我想一下哦，他叫陈什么我忘记了，我就跟他讲说，你有没有看到那个灯塔？他说他看到了，我说我们流过那个灯塔，外面是斯米拉。我看到我人生的跑马灯，斯米拉这么高哎、欸，嗯，斯米拉是我预估哦，那个时候的外面是5米拉，对，因为下面深层的更大。我跟他说有。你们看，他说有，我说我们过了那个灯塔，我们没救了。天哪、啊！我们没救了，然后就看着我，然后就他就很惊奇的看着我，留下了英雄泪。没有，不会啊。然后我就跟他说，你再看看那边，他就看，我就说你有没有，你有没有把握游到那边？嗯、他说他有，我就说好，然后我就把他的双臂